哎，这个要音乐人才能够答，乐理不好怎么办？对啊，乐理不好玩的。哎，不要唱出来哦，大家不要盖笑，盖笑，把它念出来，只是我自动会把那个调也念出来，唱出来，考量答案，晴天，哎呦，来。应该是，应该是，应该是，应该是。哎，嗦嗦西哆西拉嗦拉西西西西拉西拉嗦。对啦，他都把它起出来，被误导了，请出题。哎，哎，还得拼命装傻。哎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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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宪哥直播的 ，OK， 哎，有了吧？一二，下去。今天我们才看到他本人呢，才看到短发，短发，喂，短发，短发，短发，梁咏琪啊，梁咏琪，梁咏琪，鹏哥，我们一起来演唱这首歌，对对对，不记得歌。我已剪断我的发，剪断了晨光，剪你闭上红透我的尴尬。清清楚楚，一刀两断，你的情话，你的狂妄。哎，恭喜2000块裸贷，下面一道题目处理。想要找回每天早晨对我微笑着的你，还能够做些什么代替我的歉意？总是挽着我，小心翼翼，顺着我呼吸，而我竟然理所当然，曹哥，让你精疲力尽，一起亮起来，无法告诉我们，能记得在身边，无条件给我，曹哥，梦寐以求的温柔。王菲也有翻唱过粤语版的《多得他》，同样的melody 啦，是是是，同样的 melody。2500，那4500喽。哦哟，越来越多钱。今天奖金很补哦，补哦，我再上去又过万了哦。好，下面一题出题。音乐唱名啊，我知道。哎，那写歌名啊。哎，这个要音乐人才能够答，哎，乐理不好怎么办？对啊，乐理不好玩的。哎哎哎，不要唱出来哦，大家嗯。盖一下，盖一下。把它念出来，只是我自动会把那个调也念出来，唱出来。考亮答案。晴天。哎呦，来，因为什么唱？应该是应该是。嗦嗦西哆西拉嗦拉西西西西拉西拉嗦。对啦，他都把它起出来，被误导了。好。恭喜有三位答对，一起来演唱《晴天》。天。现在六千块了，六千。